汪明荃今日出席筹款节目《善心满载仁爱堂》记者会，讲到老公罗家英有份演出的贺岁电影《大地回春》，寻日朝早发生意外，戏中演员杨盼盼面部被烧伤。由于家英哥唔使拍嗰场戏，所以佢冇受伤。阿姐仲话家英哥已经第一时间向佢报平安。翻嚟未啊？未啊，佢要我谂六点几啦，六七点啦，咁啦，系啊，系啊。你报咗平安啊？系啊，因为我哇，我见到嗰个报纸报道都有啲恐怖啊，系咪？咁廿几个嘛，啊，咁佢话嗰个火就发生得好快啊。咁佢其實嗰場佢冇份嘅，不過佢喺度等場咯。咁所以佢就坐開咗啲。咁佢話個火勢好快嘅，啲火真係好，好恐怖㗎，係啊。咁啊，盼盼個面係燒傷咯。嚴唔嚴重啊？知唔知？我覺得都面都會嚴重咯，梗係係啊係啊。即係嗰啲面嗰啲皮膚冇咁容易快好翻啊嘛。咁但係阿盼盼好。好勇敢啊！佢話意外個個都唔想發生嘅，咁佢話我冇嘢冇嘢咁樣，嗯，好叻啊佢。其他啲人都有傷手傷腳啊咁樣，啊，不過呢啲意外有時好難講。咁應該好彩啦，佢但係佢係咯，佢冇份，但係佢喺旁邊睇咯，啱啱睇佢哋拍戲咁，佢等場啊。咁啊，嘉英哥嗰套戲仲使唔使再翻去拍啊？定係？應該不會了，他是第二次去的了，他因為中間回來做大戲嘛，應該不用。自己拍戲有沒有遇過什麼驚險？我那時候就拍《書劍恩仇錄》，那時候跟黃淑儀用兩把劍一起打，就傷到他的眉那裡了，是啊是啊，其他有時那些小意外都不敢說是什麼了，是啊。我心都冇過意唔去，我識打傷人。哦，係啊，因為嗰陣時候我哋佢又用啲針嘅，即係開咗，我哋叫開封啊嚇，係啦。咁同埋我哋唔識用力啊嘛，大家兩把劍對碰啊嘛，咁就碰撞咯。係阿盼盼咧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你我代我問候佢啊，因為我真係奇怪啦，即係我當年啊八零年代燒傷啫。可能因為在馬來西亞啦，我諗控制火又唔係咁容易啊。成其實而家我覺得拍呢啲火啊或者嘢咧，係好假啫嘛，係嘛畫落去得噶嘛，所以希望佢冇事啊。唔係個真火嚟嘅。係咯，唔係真火，其實唔使用真火，係唔需要真火，係啦。好多時喂，你啱啱派人嗰啲咩英雄乜乜聯盟乜乜嗰啲，話咁咪死好多人係咪？電腦效果啫，應該唔係派馬好 tough 嘅，同埋好勤力嘅人，跟人天上嘅應該冇乜問題，我覺得。同埋佢唔係賣樣啊嘛，佢係賣實力噶嘛，係嘛？唔同我就唔可以燒到個面，我賣樣嘅啫嘛。嗰時你當年係要？我要話40日啦，住咗醫院40日啦，又要初頭話要換皮啊，不過要喺個攞油。換塊皮上嚟，我費事人哋成日摸我攞油，所以我冇換到。有句字咧，所以住耐咗啲。